谢谢你们呢、啊，我是很感动可见张大哥真的需要你们了、啊。我没有评论我怎么做直播，我也不会啊。哦、我又没有小编在我旁边，现在张大姐又睡，时间到。哎 ，OK， 今天也来到一个重要的课题了。哦，连续第三次的课题，但是我觉得大家也要明白了，因为上一阵子这个拉伊莎在选举的时候，张大哥是挺他挺的，哇，粉身碎骨碎骨。那时候我真的挺他了，所以你问我说，有人问我说，张大哥你对他会不会很失望？所以我个人永远是相信哦，对不起啊，你们底下那些姐妹们要骂我，要骂我。女性参政对我来讲，我还没有很开放啊。哦，我对女性参政就像女性驾车的技术这样嘛、啊，所以我还是很保守啊，很不公平啊。有一个时候，张大姐说要去学车嘛，我说你不要学了，你学车你驾车，我每天提心吊胆，包括我大女儿。后来当然事实证明他们可以哦，他们可以了，但是张大姐没有学车了，我大女儿后来驾车也很好了，现在你给她驾，她也不敢驾嘛。我跟她说，你现在敢驾吗？放一个 baby 圈，你的孩子在后面不敢。她说孩子一乱，她就整个就乱了，所以问题也是这样。女性从政有没有成功的？有啦，德国咯。请问你那个德国总理要卸任了很多年了，什么名啊？我忘记他名字，很好了。英国曾经有铁娘子吗？也是很出名。英国英女王伊丽莎白虽然不是从政了、啊，但是也跟政治有挂钩的了，只是没有政权，但是有政治影响力了。这些都是女性啊成功的地方啊。默克尔这个德国总理，很多人是很好。很多女性啊，对，德国总理知道，谢谢。女性参政，哎呀，不知道了。所以拉伊莎这个没问题啦，因为总是国会议员。但是我们发现女性在整个行动党也好，代也好，女性参政是越来越多。哦，60年代哪里有女孩子参政？那个时候。哦，那里有女部长，那时候有一个谢爱美就很大事情，后来她也被踢出去了，哦，因为她洗手啊，结果被单选区都会败，那时候都好像是，就是因为单选区越看到好像很麻烦很危险，哦，人民行动党才换这个游戏规则嘛，一党独大，他要怎么换都可以，你说现在他们会不会接下来把计选区又怎么换？我告诉你没完没了，他们现在已经有一点，我觉得他们自己现在也不懂该怎么办了，当然还是要努力想新的游戏规则。你看他们那时候计选区哦，有个时候真的逮拉拉了，6个人的选区都有了，哇，真的是，如果你现在慢慢回想起来，真的是很有自信哦，超自信哦。但是问题当他计选区一个区计选区啊一年一败的时候，他就知道不可以有6个了是不是？这是人性啊，哦，后来一年5个都少了，现在都是4个、3个，有没有5个呢？现在有啦，红帽才是5个，5个的不多了，哦，都是总理、副总理领军的，可能5个，不然就4个、3个的。接下来也，我看5个都越来越少了，怕嘛，怕输嘛，输一下5个就5个去，6个就6个去，哎，啊，是不是？所以有没有一天会回归到one by one呢？不会了，那个是肯定不会。我倒是有一种感觉会很长的一段时期会变成三人行，3个、4个，哎呦，因为他们必须啦。凡是那些内，为什么？另外一点，为什么？因为那个部长，因为国会议员选了之后，有些要进内阁嘛，所以那个选区里面一定有一个所谓的部长，部长级嘛，或者，所以他不在嘛，他很忙嘛，有时候他没有办法选民探访，哦，3个里面有其中一两个是国会议员就要代班了，哦，是不是？所以这个是计选区的制度也有他的所谓的他能够灵活。那时候你问我最受不了是什么？最受不了，
我不懂他们有没有规定了。如果国会，因为国会议员还是可以自己有自己的工作了，他是医生，他平时还可以做医生的，他只是要一个星期拿出多少时间做他国会的东西，也没有这样规定，我就不知道是党自己规定呢，还是国家规定。你做国会议员，你如果是医生，哦，不管你是什么职业，你每个礼拜必须有多少个小时来做国会的东西，议员的事情。但是这种东西讲归讲啊，他不跟谁去查，也是很难的。那所以有些国会议员老实讲没有看到啦，平时人家讲啊，那些内阁成员就会看到，因为他已经拿薪水了嘛，百万百万的薪水，当然要做事啦，啊，全职的啦，就要做事啦。但有些也是很努力啦，最近又看到一个整天扫地这样，可能会不会要进内阁了，你也不懂，因为随时会换啊。我相信，我认为了，我个人的感觉是，今年明年初可能内阁又会改组了，领头羊总是会出来的啦，也不得不出来嘛。哦，那大家说会不会有那个选举，就是补选？现在坊间就谈到沸沸扬扬了。哦，但是今天有一则，就是盛港的居民受访的时候，大部分认为拉伊莎的错事需要被处分了。我提出放惩治是不对的啦，啊，比较太过严重一点，处分，啊，毕竟也不是杀人放火啦，拜托，啊，如果我是拉伊莎的老公，哎呀，沙央打巴啦，啊，我原谅你，哎，我爱你就是够了，最重要她老公嘛，啊，孩子还是要妈咪嘛，重新在一起，爹地也跟他讲不要紧，啊，最多你们夫妻出国休息一下，如果真的是。没问题的啦，家族几亿的事业，分他去，一定有产公司在外国了，不会全部鸡蛋放在新加坡的啦。他不是没有出路的，你在国外继续做你的社会工作嘛，是不是？继续做你的社会工作，就是这样。所以他们访问啊，我觉得这些哈，哦，也是主流媒体这样访问。你说有没有一个现在有没有一种好像风向带着哦，感觉上哦，好像啊，这样看每天那些人骂啦，批评啦，报章也放一些去年啊，不是报章，媒体也一突然是嘛，报章还是 Facebook 还是什么，看到哇，去年发那个就是好像油管啊，啊，影片啊，哎，是没有那个频道吧。八频道还是，哦，去年选举的时候，哇，又在重现呢，哦，要说他们挺他到底咯，那时候犯错，其他三个挺他到底了，所以好像有意无意就告诉好，哦，啦，这次你们要不要挺到底？可能啊，从政党来看，人民行动党可能就说来啦，来老弯啦，再来一次啦，因为怎样都是一个机会嘛，因为万一赢呢，哇，就拿回四个席位。如果输呢也不要紧，本来就是这个席位可以等了，等不及了，拿来当试水温呢，看看人民对我们的看法呢，现在知道好过多两年后才知道嘛，都有可能的。我发现现在哦，整个的环境那种氛围啊，可能对我们这些对选举很敏感的人啊，很多人还不理啦，比较在乎的是哪里有东西吃，几时可以超过两个人吃啊，哦，这样讲比较公平。但是看得出他们还是要，当然是很强烈的想拿回这个盛港。是否拉伊莎的事件会造成盛港的居民对拉伊莎有问题呢？哦，他们就去访问了，去访问，这个是报馆的人去访问，哦，不是八频道报馆。他说工人党盛港集选区议员拉伊莎在国会上说谎，大部分受访的居民都认为事态严重。我跟你讲啊，这个啊，我念照念哦，你信不信，你听得进听不进，各自有自己心里的一把尺，好不好？这样比较公平了哈，哦。
他必须对赖玉莎予以处分，至于如何处分，受访者这不同意见。他这个是很问题，是他访问多少人多少，所以他说大部分就是他访，你相信他不相信他，你也要相信他了。他访问100个，70个说应该处分，30说不应该，他也没有告诉你他访问多少人，但是他接下来就告诉大家说，记者星期三走访工人党管理的不同选区，访问居民时发现，应该我的题目有点错了，我就说圣港居民我要改大部分工人党选区的居民，工人党选区的居民要改啊，真是看错，没有不只是访问圣港他可能也不要太过带那个风向了，是圣港是工人党的地方的人他说不同选区的工人党管理的，就是那五个啦，三很多啦选区，你不懂了，12个人嘛，12个选区嘛，对不对？有没有2个是非选区，10个选区我自己都乱了，阿玉4个，后港1个，圣港4个，九个国会议员是吗？有点乱了。Anyway 就是他们的选区他说工人党堡垒后港居住和经营中央行超过30年的王志强你名字都讲了，受访时说过去几天都有和其他居民谈起这事，大家最初的反应是感到难过，认为工人党苦心经营多年的良好诚信难免受到影响。为什么要讲诚信我都不明白。他说任何政党都会有人犯错，犯了错就要纠正，因为在国会上说谎是非常严重的事，我认为拉伊莎不适合继续留在国会与工人党里，但我还是会继续支持工人党，因为我相信这只是他的一个人的问题这个是把党跟他切割啦，支持者这个开药店的那个老板他这样30岁的，然后一个1982年就在后港居住的黄先生59岁待业失业的人，认为事件必定会影响工人党来届大选的表现，其他政党一定会以只拉伊莎在诚信方面有问题，不能因为一个爱情芝麻导致工人党输掉圣港继选区。他这一句话本身就有玄机了，他的玄机就是说不要等到你不要等到3年后而且你拉伊莎你不能够继续，第一你不能够继续在圣港，第二你如果你不在一定要补选不然那个把柄留在那边嘛，你要把这个把柄弄掉你一定要补选，大概他没有这样想但是我这样看，唯一避免他所认为的那个问题就是影响工人党来届大选的表现，如果赖伊莎不在这个选区必须补选，这有赖伊那3位跟党的决定嘛这个是要考这个在野党领袖必担心的智慧，还有整个他们的所谓的委员会众人的智慧，或者也参考刘先生还有过去的那几位方荣发全部这些人的智慧。他说圣港居民21岁的大学生，他说这可能导致一些中间选票在下次大选向执政党倾斜21岁的大学生讲这种话有水准呢，我觉得很好嘞这个李博华21岁大学生他会这样想我们的大学生很多哪里会想这个，不会这样讲话的啦。不过你也可以问到很多大学生，很多人说给他机会啦，这个你要他怎样他这样这样那样那样，你要他怎样他是把问题带出来吗什么很多了，我听到有点怪怪的啦。OK， 他说拉伊莎本应是年轻人从政的榜样，但这次事件可能让老一辈人对年轻议员失去信心，让其他年轻人更难从政。拜托啦，更难从政是那些没有水准的人，有水准的人这个是好机会，越少人从政，你年轻的越从政你就机会更大，除非你们又要把整个国家的机器年老化了，不可以的，这个世界一定要交给年轻人了，他们好不好我们就是在后面加一把劲了。
有时我们也是很失望嘛，看到年轻人，你看到年轻一代做事情，我有时我就是，但是我跟你讲，你管得了啊？你的命有多长啊？人生不是整天为了做工而做工的，你必须要退休，你必须要享受人生，享受生活。你不让你不放手，你抱着你那个权利啊，一直到棺材里面呢、啊，最后你是觉得真的是愚蠢的事情。我觉得人啊，一定要有，哎，人的生命其实是，如果我每天两个小时这样做直播，一天做五天，一个礼拜做五天六天啊，花了10个小时、12个小时啊，如果你发现这个直播是没有意义的，我何必去做？对不对？但是我做做做，有一天我也不能够做，我总是要改变形式嘛。我不能够一直死守在那里，是不是？很多东西就是这样的，要你不把事情交给年轻人，不可能的啦。所以这个我本身是不是很认同啊？老一辈的人本来对年轻人都有意见的，其实拉伊莎这件事情也跟他。其实我不会讲啊，这个不是他在选区的政策上的问题了，这是他个人对他所关心的群体的那个热忱过旺矫正了，是吧？矫正过旺还是过旺矫正，就是 over 了。他说另外一个是14岁的，就访问14岁盛港长大的一个阿西夫啊，阿菲什么 Yosher Afid 和家人就对此事感到十分失望。我们无法相信一个有诚信问题的人，更何况这件事情涉及那个性侵这么严重的议题，他是否是为了增加公众对他及工人党的好感而上？不是啦，这样讲是很幼稚，原谅他14岁了。我总是一句话，除非他捏造他自己本身的经历了，不然这种最隐藏最痛的经历都讲出来啊，只因为他想他是在国外，如果他现在在国内的话，警方也要调查的。如果他愿意啊，要揪出来的。没有啦，没有人玩，没有哇，这个真的是把一生的清白啊，人家讲。而且不要忘记，他是少数民族社团，是保守的社团的。然而，他也有居民能够理解拉伊莎身为这样的受害者哈的难处，以及考虑到他资历尚浅，应该获得一次改过的机会。他说盛港居民哦，40岁哦，私人家教诉说他还年轻，不应该开除他，此事也不影响我对工人党的信任，但工人党应该给予他警告和正确的指导，让他了解如何做一名称职的议员。问题也不是工人党哇塞，现在如果你知道国会特权委员会能够处分他，可以处分到他不能够做国会议员的话，先斩为快嘛，你当然是哦，与其你炒我鱿鱼，我炒你鱿鱼这样，啊，工人党纪律委员会一定是抢先一步嘛，反正就是自己解决嘛。哎，你看那时候刘成强很快的，那个姚文龙，但是那个事情是他的错了，绯闻的事，立刻失去资格，拜拜，啊，连党员都没有啊。然后后来姚文龙跑到印尼呢，做补习中心啊，现在好像 OK 啦。不懂怎样，我不懂了。好，那由于拉伊莎处事说谎，盛港的 Pompersville 的居民郑志贤25岁教育工作者认为他必须受到处分，但他觉得拉伊莎留下并重新赢得大家的信任才是上策。所以你慢慢发现这些年轻人也有人支持啊。他说他三次说谎的确令我对他改观，但国会上的表现只是他工作的一部分，他在其他方面做得不错，如帮助选民解决日常问题等，给予他严厉的警告或者罚款应该足够。当然他之后要更努力的在国会以选区工作上来证明自己。这个最后的这一个人讲的话，我倒是觉得很有意思的。现在也如果这样只是就变成他的问题不是很严重啊，因为他真的表现得好了，这个是他的居民呢，这个盛港居民说他做得好，所以可能执政党也在收据这些，现在每个都在收据那个数据嘛，也要打把握的仗，要打不到把握的仗又拿不回来，哇，上一次没有想到会输又会输，这次又输的话，
哦，然后的确是可能就给他罚款啊，警告啊，是可以这样吗？我不知道，还是工人党有罚款啊，警告啊，哦，薪水那个津贴充公啊，呵呵啊，这个是开为了节目效果，我不懂到底他们能够做什么哦，他又有免责权，免责权到底免责权是不可以判的，但是国会纪律国会的那个特权委员会能够做什么，我也不知道。因为到现在也没有人讲啊，他们会给他去，到现在我没看到任何新闻。当然英文那边有写我就不知道了，讲华语的这边我都看不完，都没有说特权委员会能够做什么。如果看官们有知道的话可以透露的话，就写在我的评论里面了。那我现在继续的跟大家打招呼。我们就说到这里，差不多也是把人家的讲完了，我现在打完招呼再继续讲我的看法。OK 啦，说起系列说 I'm a good driver、OK good BAB 最近看好陈思龙 John Steven， 哎，割掉毒瘤不然有后遗症785啊，伯比在之光之下一切都虚空，都是捕风。哇，你会传道书的经文啊，厉害哦。哎，是伯比会，sorry 啊，伯比，我一下子时空错乱，我以为你是 Bill Carey， 你本来就会啦，我以为这句话是 Bill Carey 写的，就我一下子我念你伯比，但是我头脑里面想你是 Bill Carey， 因为他刚才讲一段话我都不要念了。Carey Stan sorry 啊，七八五，哎，不必取消那个事，哎，我明白，你说割掉毒瘤啊。然后你越想越写越激烈，不要啦，不要太激烈了，也不要说是毒瘤了，肿瘤好不好？他其实我不是替他讲话啦，他这一件事情当然影响警察部队啦，很严重，我不会说不严重，但是对他的区本身是没有伤害到了，好不好？我们讲一句，假如政府严厉处罚留案例，他可能不能留。假如政府严厉处罚留案例，他可能不能留。我不大明白警方会不会采取行动对他，因为他有免责权，但是他真的是让警方去处理他的那个 case 哦，消耗警方的那个，浪费警方的办案时间啊，那个警察部队会不会采取行动对付他，我就不知道。他这个国会免责权是不是可能警方可以采取行动了？因为如果每个人这样的话也是惨哦，哦也是惨，所以我不知道了，我真的不知道应该是不是这样的情况。我觉得如果我这样看一个大环境的趋势啊，风向这样看呢，这样的一个题目说大部分认为他需要被处分了，其实整个就是推他到离开这个政党，离开这个政党是网友说的，我倒是觉得最好的啦，最让工人党没有那个，就是从前的方法了，比较好就是他自己辞职了。那时候那个姚文呢是失踪啊。他是玩失踪哎，对呀、啊，那时候他绯闻他失踪啊，所以刘成江说跟你 cancel 掉，给你刮刮掉啊，闹失踪啊，不然那个是单选区了，闹失踪后就补选哦，现在会不会那医生有一天闹失踪了？应该不会了，不至于做这种事。我那个杨文龙那时候是闹失踪，你知道吗？跟工人党完全不联系的，工人党是抹扁的，我这个国会议员就用方法了。哦，是啦，说谎在巴黎门是 a very serious offense， 不是 offense 啦，不要讲 offense， serious 的那个很重要的错误啦， mistake， 说谎。不过我比较不同意啦，我个人啊，这是我个人看法，他们认为三次说谎
但是其实那三次是一条线来的，我已经强调，从心理学上来讲，第一次说谎，第二次谎言，第二次的谎是为了第一次的说谎，第三次是没有办法突破，走入最后的绝境，像就是撑到底。其实最愚蠢的就是第二次，就是愚蠢，就是第一次说谎，第二次就应该要 admit， 立刻说道歉，所以你就一次说谎。你第二次你圆谎，你就变成两次说谎，然后来到第三次你是挣扎，你最后的挣扎了，你挣扎，你想尊，所以你根本老实讲已经没有第三次了。你第二次已经谎言的话，你第三次应该说我说谎，那你是两次说谎。其实你说谎干嘛？问题他真的说一个谎是不需要的。我再三强调，他所讲的 case 是有的，他没有捏造故事。第一，第二，他自己的亲身经历他已经赔上去了，作为一个代价。但是人家接受不接受是人家的事，也没有错。有人说他故意的、假的，什么都有啦，什么话都有。但是我不认为，以他这样的一个这么有声誉，他也有声誉，声誉啊，名声啊，他的声誉就是他整个家族了。马来社体很注重家族的声誉。你除非你说他歪样啊，在国会里面哭是假的。他讲到他爸爸妈妈的时候，你看他哽咽的样子，不可能啊！爸爸妈妈的生意多么厉害，多么大的生意，几亿嘞，不容易嘞。当他，你想看他爸爸多么感觉到骄傲。当他爸爸不能够成为那个总统候选人的时候，爸爸不懂心里在想什么。那一生呢、啊，就是为国为民嘛，不管他是在野在朝，他就是为国为民。他当然是在属于在野的了。在野的人都是为国为民啊，我先要让，像我们现在都是为国为民啊，不是，我们讲这些不是为了反而反啊。每个人都是为什么要这么辛苦？你真的以为我为了赚那几个早餐呢？拜托了，讲这些东西是会惹很多蚂蚁上身的，会惹很多蚂蚁上身的。所以我跟你讲，他的 daddy 已经为了这个。为上一次的那个，他也是出来提名呢，只是不过啊，一过他就准备做总统选举嘞，挑战我们的哈利马嘞，国会议员当时啊，不，议长。所以对他来讲啊，看到自己的女儿能够在圣港成为国会议员，是多么开心的一件事情。现在女儿犯上这种没有必要的错误，再加上如果听到他女儿的过去，不懂他知道还是不知道，还是他女儿讲出来，他作为父亲他可能跟女儿讲你不可以讲，很难讲啊，这些都有拿捏的嘞。你一宣告啊，外面的人怎么看你，怎么那些八卦的那些唯恐天下不乱，你的敌人怎么看你，每个人都有敌人啊，那八卦的三公六叔三姑六婆怎么看你，我不要整天讲三姑六婆，就是说我歧视女性，八卦里也有三公六叔，三姑六婆嘛，对不对？怎么看？爸爸父亲要承受多么大的那种？其实我蛮同情他的，我还是要同情他。我不懂了，这个你不会改变我，我有我的自由啊。他犯错，我也是承认他犯错，而且犯了非常大的错，诚挚。断送他的专业，谁敢给他辅导啊？怕了。不过是已经错了，很难挽回哦。Gary Stan说，有可能拉伊莎全家去移民吗？我不知道。马来社团，他爸爸当然不只是在新加坡有生意了，可能在文莱啊、中东啊、马来西亚，去哪里都不重要。是。哦 ，Bill Kelly 也是讲得很好。如果让他继续做，再来一次怎么办啊？这个是，所以我跟你讲，我觉得工人党会采取行动啊。我个人，单单没有，现在工人党的必当心讲都看到 Bill Kelly 这样写哦。哎，你这个厉害啊！你这个应该放在报章里面的啊。访问你啊，访问我们张大哥，访问张大哥直播世界家族团员。
比如给你只要奖证金就够了嘛。哦，我们给他做，他再犯了一次，第三回怎么办？第一回过去还没有参选呢 ，OK， 人家可以原谅你。第二回、第三回，我晕了。是啊，这个也是，哎，对哦，我没有想到，对不起，你太悲观，你不是悲观。我觉得哦，哎，为了节目效果，我要讲下面这句话 ，Bill Kelly， 你今天所有的言论哦，刚才那句是我个人觉得最好，我要气死你啊，火滚了！我真的，你讲真的，这个是不是给欧洛嘞？你讲这句话对了，给他继续做，如果第三次怎么办？哇，你问十个人都说 yes。没有人敢讲不会第三次嘛，所以真的，我看你这样的有这样的隐忧，不只是 Bill Kelly 会这样讲了，应该新加坡也是有一部分人会这样讲，所以我看很难继续的。而且刚才那个 NN 也是说的对了 ，Lying in the Parliament is a very serious offense 或者 mistake 了，很 serious。什么叫国会议员？议员的议是什么意思？原字边一个义嘛，说话要有公义啊！啊，张大哥有墨水啊！议员的义就是一个原字边嘛，原字会就是代表人民发出声音嘛，啊，义讲义话，不是讲假话，不是讲骗话，啊，不是讲错话，啊，不是讲粗话，讲义，讲公道话，喝公道茶。我也没有推销东西啊，每天这样哦，很好玩的，我觉得，哇，真的帮助我睡眠好哎。所以啊，我觉得议员真的，哦，当然那个员不是言行一致的员了，那是议员的议本身，议会就是讨论嘛 ，debate。其实这种议会啊的形式，张大哥有多少一点知识了、啊，就是源自于希腊，希腊的议会制嘛。哦，都是辩论，然后大家就要少数服从多数。哦，凯利斯丹说，只能说他不适合当国会议员了，我也是认为了。听那个悲观的人讲啊，悲观，他讲他自己讲他悲观，他的悲观是很，其实很一针见血的。哇，这个是个我真的承认了，一针见血，不是。他可能有，他昨天怎么说？哎呀。他有时一些言论，我不想，他是很，他也是蛮搞笑的，啊、哦，积极又搞笑。但是那一句话真的是一针见血，哦，比如说现在工人党纪律委员会在开会，他们，哇，有些人争取挽留他，有些要跟他开刀，哦，最后主席在等，他突然有一个说，好了，我们什么都不管了，我们挺他挺到底了。但是如果他再一次这样怎么办？你就那个被担心就三条线了，这也是真的。他谁可以 guarantee 他不会第三次？